我是弟弟田馥甄，你们好吗？好。哇，真的好开心哦！竟然可以请到你耶，华丽耶！华丽，啊，我今天超华丽的，真的。我也很华丽。你看上去真的吗？你真的很华丽吗？看到你我就忍不住想笑。其实从下午彩排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逗得我很开心。哦、是吗？就很华丽。那你笑点真的很低哈、哦。他们笑点也很低啊。对，他们笑点好像很高哎、欸。我刚刚上来说一直在拼命的讲那个闽南话，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很大的。还是因为你说的，我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听不懂？你再说一次，我听不懂。毛雷毛。他讲的很像广东话。毛雷毛，你跟我讲的有区别吗？你是说毛雷毛？哦，毛雷毛，毛雷毛，毛雷毛啦，毛雷毛哈。我就随便说一说。其实我今天你能来，我特别的开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其实呢，我觉得在台北我是跟你有渊源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一直认为在这边听我歌的人很少。你知道这边听我歌的第一首曲的歌是因为什么吗？听你的歌很多啊，现在不是很多人吗？对啊，只是现在而已。但是我们回过前两年，如果我再来看你们，你看看卖出去两张了不起。真的，我上次来台北哦，那个有一个好像颁奖典礼的时候过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当时有一首歌叫《认真的选》嘛，我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来了以后就哇，我觉得哇，应该都这是机场应该很多人接我，应该哇，我准备要打扮好要出机的啊，机场一出来以后接我的人两个，一个司机和一个歌迷，那个歌迷就已经少了，就不好意思上来的啊，算了吧，我还是回去了。不到这个程度，但是我真的要说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要知道吗？其实《演员》这首歌是在这边你唱红的，没有吧？真的，它本身很红，红到我觉得我不得不唱。真的不是，太好听了，是你翻唱以后，然后这边的朋友才听的，是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会不会聊天？我跟你说。好嘞嘛，我跟你讲，台北的人都跟我一样很不会聊天。真的吗？就一定要把场子聊得很干。哎呀，这是田老师啊，你说要向你学习啊，因为很多好歌我都特别的喜欢，真的。例如你知道吗？你有一首歌哦，我特别就是在我平时上 KTV 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唱的，就是那个歌叫什么来着？那首。我总是把歌名忘记，不会卖，我就是。那我要怎么猜啊？说的那个。因为我很多首都很好听啊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就是那首我刚刚在后台跟你说的两首。还是要幸福。我还是要幸福。哇塞，我太好听了，加上你的那种诠释，简直美到死。还有一首，那个，快点。还有什么？你聊天一定要聊那么大，你就不要说、啊、你就不要想说。他说：“哎，有人这样对来宾的吗？说你聊天一定要聊得这么大吗？你不知道我是尬聊的第一把交椅吗？”你真的是，哎，你不要想起我，太好听了。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对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好听的调子，这两首歌哦，陪伴了我整整一年。那一年你怎么了？也没出什么大事，就是我的喉咙有点受伤，但是我就听你的歌，我就特别的，我这样子歌写的太好了，特别好听，你唱的也特别好。但是你还有一首歌哦，这首在 KTV 我都不敢挑战，哪一首？因为一唱就唱不完，就那首歌很奇怪，叫《魔鬼中的天使》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还是田老师的歌多，你看说什么歌，大家都下面都起哄的哇。但是我发现这边下面起哄哦，有一个原则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真的发现了。就是这边起哄的时候，哇尖叫，但是尖叫的频率很短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哇，就感觉收的好快啊！太厉害了，好羡慕哦，我一点唱会都没这样哎！我是用这样讲的，这样，你唱吗？好啦，再唱就没礼貌啦。谢谢哇！为什么不能唱《魔鬼中的天使》？哎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好，我们唱一遍给你听吧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中的魔鬼中的天使，中的魔鬼中的天使。中，你首歌唱得完吗？可能会超时哦，以你这种方式唱下去，小巨蛋的时间会超时。哎、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听哎，下次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？可以，因为当我不知道聊什么，发现尬聊的状况快要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 non stop 就唱这首。太好了。
你看到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好个什么劲儿啊！啊，好了，谢谢。那你真的会激发我，破坏我们的形象？为什么？我没有，哪有？你太逗了。我没有，真的。还有你的开关在哪里？告诉我，在哪里？我的开关，我有你。我的开关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不觉得薛之谦身上一定有一个开关吗？你是说水龙头的开关吗？水龙头的开关，一般的人体基本上都有。那你是假的，越来越离谱了。那你说什么开关？就是那个综艺魂啊，然后跟段子手啊，跟深情歌王的开关，为什么那个圈子会随时这样改变？因为刚刚在台底下听你深情演唱的时候，为什么一 talking 就可以立刻就是？啊，你刚刚在台底下也演唱了？你在台下怎么演唱？啊，是吧？对，还有哪里有？我就是其实我写歌的时候相对来说悲伤一点，但是我平时真的喜欢把快乐带给大家，那叫花艺啊。花艺，花艺有后，因为做人有后对吧？那花艺叫有后，对不对？做人就是要花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其实平时我私底下跟朋友玩都是很开心。所以你是一个花艺的人还是不花艺的？我超花艺的，你是第一次认识我？因为你总是带给别人开心啊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那为什么可以写出那么深情的歌曲，是不是你内心有另外一个阴暗面，或者是？哎，你说对了，一定是有的。对，我觉得情歌啊，一定要写比较悲伤的才感人。情歌开心的就很难去就让大家有共鸣。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觉得我们这样聊有三分钟了吗？因为刚刚导演跟我们说，你们要聊天聊三分钟。哎，对不起，还有一件事情是，你根本就没有表。何必呢？哇，真的辛苦你今天帮我牵台啊！按照这边的规矩，他真的很烦，就是每周这样。按照这边的规矩，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是你来唱一首歌曲，我可以休息一下，这样对吧？好，我还要唱一首，对吧？有这个说法吗？有这个准备吗？乐队老师是没有是吧？好像没有。没有，太好了，这个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谢谢，欢送黑老师。他赶快迎接明天的吴宗宪，想说这家伙也太难聊了吧，赶快起身站好，枪没有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给你添麻烦，拜拜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今天很开心啊，请允许我这时候喝一口水好不好？我打个跳吧哈！哇，惊哪里呀？其实有一点点的错在，不是，可能我说错了，就是不舒服。哎，我刚好听到句上海话，这么夸张吗？这里？哦，还有上海的朋友来了是吧？好，我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可能大家听的不多，但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，叫做《骆驼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